今日今日邀请到观音教会的牧师来遐分享，那牧师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《彰显天生的主，宣扬福音使命》。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。感谢咱三个做伙来祈祷，创造世界也是人类唯一依靠的主上帝。我恳求你伫即时进入阮逐人的内心，帮助阮看见你的真理，了解你话语中的奥秘，知影要怎样彰显你的圣名，行你交代阮宣扬福音大使命的事。我们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两位同信，主来今日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愿恁对咱的天上帝，甲主耶稣基督来得到稳定平安。今仔日，咱所属的中会，也就是中华甲中华中会所定着的主日，也就是宣教的主日。这个主日的设立，就是在要提醒咱，咱做一个基督徒的人，应该就要认捌宣教这项事，更加需要要将这个宣教看作是咱唯一的使命。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的目的就是要将上帝国的福音清楚光明，予世间的人知影。佮将伊本身当作是活祭，为着要拯救世间人，会当离开魔鬼、撒旦的威胁。你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，第一段的经文，《约翰福音》第十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经文安尼讲：耶稣甲伊讲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救恁爸。恁若已经捌我，就也捌我的病，那了后，恁捌伊，也捌看见伊。耶稣来世间的目的，就是要予人甲上帝搁好。创世纪第二章在讲着上帝创造人，然后将人放伫埃及乐园内面。总是人犯罪，上帝就将人赶出埃及园，搁设立基路兵伫遐来保守。予人对迄个时阵就甲上帝离开来隔离，总是虽然人甲上帝受隔离，上帝却无离开人，因为人无法度离开上帝单独来生存。人若无上帝，人无法度伫遐来生存。人无法度，人需要上帝的恩赐，人需要上帝的阻碍，嘛需要上帝的陪伴。若无上帝，人无法度做啥物。耶稣是上帝的拯救，伊是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迄个弥赛亚，是人类的救主。耶稣真明确，伫遐咧讲明，讲要重新甲上帝修好原来伫埃及乐园甲上帝的迄种好的关系。若无通过耶稣基督，就无人会当得着，因为耶稣就是路。耶稣就是真理，是活命。真侪圣经学者看到这段的经文，伊拢会讲：在讲到耶稣，讲到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圣经学者真侪会解分做三个部分，三个主题来讲，也就是讲，要表示耶稣是道路，耶稣是真理，耶稣是活命。这种的讲法并无唔对，总是今仔日我要用较无同款的看见来甲咱做伙来分享，也是路，也是真理，也是活命。这三项事，耶稣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，这是同一条线，并唔是分做三个主题。伊是咧讲十同一件事，也就是讲人，咧讲人的路是上帝。通过耶稣基督所行出来，耶稣所经过的路，这是要予人伫遐来学习，
跟对耶稣的脚步，咱就爱照耶稣的模样来去行。第二，咱来相信耶稣是上帝独生的圣子，伊是要来拯救世间人。若是安尼，伊就要将真正的活命来赏赐予咱，咱嘛要对伊遐来得到真正永远的活命。拄则牧师讲遮尔长，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对主脚步坚定信仰，得到永远。对主脚步坚定信仰，得到永远。也就是在讲，耶稣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这句话，伊嘛是要证明耶稣才是永远活命的主宰。所以今仔日牧师就要用这段的经文，来甲咱社会来分享，彰显永生的主，彰显永生的主。另外，也要用另外一段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对第一节到十一节来勉励咱，予咱会向行出宣扬福音的使命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中间，经文一开始就提到一个人，迄个人名叫提俄腓罗，而且佫讲，我已经将耶稣对起头所行所教示的，逐项记载伫前一切。用这段经文，咱若甲《路加福音》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头前这三节来比较，对安尼有真济学者。对圣经的研究者，因就会将《使徒行传》甲《路加福音》甲看作是同一个作者，因为因的起头拢有提到这学这本册伊所写的对象是要予提俄腓罗，甚至嘛真侪圣经学者，伊对着保罗的书信的中间，伊看见甲保罗三个做伙。在传福音的中间，有一个名叫路加。这个路加，伊真有兴趣伫历史的记载，是诶其中一个医生。所以，这个路加甲《使徒行传》，有真侪圣经学者将这两本册看作是路加所著作的册。虽然嘛有其他的学者反对这种的讲法，总是今仔日伫遮，无要因为路加是毋是？《使徒行传》或者是《路加福音》的作者，因为这个咱今仔日无要来讨论，这个并无影响到咱今仔日所要思考的问题。不过，咱若将《路加》甲《使徒行传》这两本的作者看作同一个作者的时阵，那安尼，咱就会当知影讲，会当去猜测，猜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，伊。所写作《使徒行传》的目的，真有可能是为着要延续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，伫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内底所讲的，耶稣基督过我上天之前，伊交代门徒的话。然后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遐在交代耶稣要上天所做的遮个代志。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经文安尼讲，有安尼记载：基督着受苦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也反悔甲下罪的道理，要伫伊的名来传告万邦，是对耶路撒冷去，恁做遮个代志的见证。所以对这个观点来看，《使徒行传》是伫记录遮个。温度怎样伫各所在见证耶稣基督各外的而且的事业？怎样伫彰显这个永生的主的作为？这的作为嘛，伫予咱两千年后的咱来三甲学习。顶礼拜是圣神降临节，圣神降临节是主耶稣各外了后的五十日。那五头前来扣掉十日。也就是过偌济了后的四十日久，今年是五月初九礼拜四，迄日也就是耶稣上天的日。过偌济了后四十日，也就是耶稣上天的日。对着基督教的教义来讲，耶稣整个拯救的过程，是一直到耶稣上天，伊的拯救
才到一段了。所以这个上天的日，在基督教的教义的中间，虽然真少教会的注重，总是伊有真特别的意义。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，使徒行传，伊就真详细地记载耶稣基督上天的经典，甲伊所讲的话。咱若对这段的经文的中间，来去看到最最重要的概念，其中就讲圣神临到恁，恁要得到灾灵。圣神临到恁，恁要得到灾灵。这是使徒行传规本册上界重要的精神。这本册上界重要的精神，就是圣神要临到恁，临到门徒，临到使徒，使徒要得到灾灵。虽然讲圣灵的圣神要临到伫门徒的身上，门徒就要得到灾灵。华语讲啥？华语讲能力、能力、气力，总是这种的气力，这种的能力，并唔是要让门徒借着这个能力去赚钱，让家己的生活过较好过，也唔是要让门徒去甲人烧钱、三边骗，讲阮较赢你。信基督，咱比无信的人较厉害、较敖、较有法度伫这个社会生存。圣神的充满，圣神的临在，并不是要让门徒、让使徒有这种的灾灵。门徒得到这种的能力，得到圣神的临在，伊是要去传扬福音的真理，伊是要将这项事，正做是伊的使命，放伫伊的工作的第一要紧。咱看咧门徒，伊敢无安尼咧做？咱看整个使徒行传。是在讲初代教会使徒因在传扬福音的经过。对这个二十八章的中间，难道看到使徒因要照这句话安尼在做？咱也真去甲看，牧师直接甲咱讲，有使徒确实真正照安尼在做，甚至拢无提示。毕竟因将因原起头的工作，掠鱼的工作。马上放下，为着宣扬基督的福音。咱已经做一个基督徒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咱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咱是耶稣的门徒，总是耶稣讲，做门徒也无够解啦。耶稣爱的不是咱要做一个门徒那点，就爱转型做一个使徒。耶稣爱咱做门徒无够解。爱做一个使徒，门徒甲使徒有啥物无共？门徒就是逐礼拜来礼拜堂做礼拜，佮照摩西摩经的律法内底，有在照起工哦，十一奉献、月定奉献，甚至若较有感动，佮有感恩奉献，也是讲对内对外的奉献，拢是遮个是伫讲着门徒的行为，使徒。甲门徒敢有无共款？使徒伫经文诶中间，即甲咱讲着讲，遮个拢着爱受。门徒有诶，使徒也拢爱。搁着爱有一项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诶所在，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父子圣神诶名。即个是使徒。甲门徒无共款的一个使命，这是耶稣所留落来的一个大使命。照耶稣所讲，这个大使命去行的人，虽然伊是耶稣的学生，虽然伊是甲耶稣有亲密，可能无真深，都是伊愿意照着这句话去行的时阵，伊就要对门徒加做是使徒。也就是讲，使徒就是带着使命的基督徒，带着使命的基督徒，这个使命也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那安尼，咱正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就要来思考，要怎样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正做耶稣爱咱做的一个使徒的这种的身份。耶稣是伫受顶，伊是伫过顶，后来有死，总是因为伊是掌管永远活的主宰，
所以伊赢过死亡来告我，搁伫告我了后的四十二句，伊捌几摆用文图伫遐来显现，伊的显现是要证明伊确实真正是活的，毋是一种的幻影，毋是一种的想象啦，㖏，伊确确实实真正是有告我。这是基督教的精髓。基督教若无耶稣基督死，就因故对世人中个我，若安尼现在基督教无需要有存在，因为甲一般的宗教共款。基督教所甲人无共款的，就是因为咱所信的是真，是活的上帝，伊有对世人中个我，伊赢过死亡一切的事。甚至伫遮，咱看到经文，会看到讲，伊继续耶稣基督甲门徒继续，毋是要干那证明讲伊活伫那边，继续伫因的中间伫宣讲上帝国的事。当因最后一摆伫遮聚集的时阵，耶稣有吩咐门徒，啊，就是咱今仔伊所读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四节的所在，伊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。就向后爸所应允的，就是恁捌对我听伊的，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，独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。然后跳到在第七节、第八节，耶稣阁对因讲，爸所下伫伊家己原来的时，甲伊毋是恁所通知。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着灾灵，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。变犹太，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见证。继续经文第九节讲，这个话讲了，因在看的是耶稣受苦去上天，有魂指着伊，因就看袂见。这几节的经文，予咱通去想象当时的情景，是一个非常水的这种情况，一个真水的画面。对这个真水的画面。咱会当看到，咱的未来是一个真大的盼望。这个盼望也正做咱基督徒所得仰望，到伫天国的中间，要享受到这种的盼望。第八十讲，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灾灵。圣神临到的时，是要做人，做咱的主人。圣神临到咱的中间，是要做咱的主人。要予咱会当接着伊的引带，来照上帝的教导去行，这是圣神临到咱的事。圣神是咱的引带者，圣神毋是咱的邪教。这嘛是咱甲其他的宗教无共款。咱其他的宗教在看的时阵，去到伫庙里拜拜，就是我的囝伫某物所在。某咪神啊，请你着爱甲顾好势。捌听过一个故事，一个笑话。伊个囝骑机车出车祸，伊遐来过身。这个妈妈着去庙内底甲拜拜。伊个迄个神应该是三太子。伊讲三太子啊，我代志还袂发生之前，我着来甲你求讨，我着甲你拜。我用偌济金，用偌济财米，而且用偌济香礼，而且甲你拜，你太无照我的意思去顾守我的囝。当这个当机启动，伫遐来回应伊的时阵，三太子俯身伫迄个当机的顶面，伫遐问这个太太讲：，恁囝几百年，我的风火轮才一百尔，我捉伊袂着，所以我无法度甲保庇。人咧求神，是用这种的态度，是咧找甲神，是咧找甲神来照我的意思做，是咧找甲神来符合我的意思。总是圣神，咱基督教咧讲的圣神毋是咱的找甲，伊是咱的主人。圣神要成做咱的引带者，伊要引带咱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，踏伫上帝的旨意中间。经文的第六节，门徒问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伫即时要将国复到予以色列嘛？”门徒问这个话，对正有一个心理反映出来，在讲着伊用心思
用人的心思意念在讲，因才会去想着讲，目前以色列国和罗马帝国伫遐来统治，当时以色列国会当伫遐来独立。耶稣当时会当做王，或者是讲门徒的中间，什么人会当坐伫耶稣的正面甲对面？这是当时的门徒，因所用着人的想法，用着人的心思意念，再来讲，耶稣拯救世间的事。所以因才会甲耶稣问讲：主啊，你伫即个时，你伫即时要将国服到以色列吗？门徒用家己的需要。俗世这个世界的眼光在看代志，总是圣神在因的心中的时阵，圣神临到因的心中的时阵，这个门徒就用圣神的角度在遐来思考这个代志，伊用圣神的角度来去行这个代志，圣神的临在降临的目的。不是要予人表现出比人比较高的能力。虽然咱知影，圣神临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一个人可能有能力通医病，一个人可能有能力通赶鬼、行神迹，甚至真侪灵魂派的教会拢在提倡的讲方言。圣神伊的临在，确确实实有法度予人。有这种的能力，都是圣神临在，要借着人这的能力，是要为着感染耶稣基督。圣神临在，予人有这种的能力，伊是为着基督耶稣来做感染，并唔是要予人去别人的面前伫遐夸口讲，我因为圣神充满，所以我比恁较高，并唔是这种的想法。所以咱要有真正确。这个认识，爱知影圣神临在伫人的心中，唔是要予人会当去夸口，是要予人伫遐来彰显永远活的主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特别在个经文，通讲是这章第一章非常重要的主题。伊相时嘛是间隔四道线段的精神，所以有人将四道线段，甲。讲作是圣神现端，圣神在做工。二十八章的中间，咱看到使徒的真力，彼得的一遍讲道，三千人信主。咱相信这种目前用咱教会来看，一支麦克风才六百，若提出去室外，可能五百人、一千人会当听见的，已经真不得了。总是迄个时阵无 speaker， 无遮个物件，伊着伊有法度靠着伊家己个嘴，互三千人信主。如果若无信心，倒一个人有这种能力？如果若无信心个做工，倒一个人敢按伊遐来夸口？人有这种个规律？伊说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。第四章第一节在讲到耶稣和魔鬼试探的时阵，第四章第一节伊讲耶稣受圣神充满，耶稣受圣神充满。然后第四章的十四节伊阁讲耶稣伫圣神的关联，耶稣伫圣神的关联。那用华语版本的翻译，咱可能会比较较详细来了解。华语翻译讲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耶稣满伊个身躯有圣神满足的规律，耶稣的身躯内底有圣神满足的规律。因为有圣神的规律，所以耶稣基督会医病、会赶鬼。因为有圣神的规律，耶稣会当满足济济人的需要。国家的作者帮助咱来了解一项真重要的信仰根基，也就是上帝的神，就是圣神。伊是成就一切工作的快乐来源，圣神是成就一切工作快乐的来源。个圣神的快乐，毋是人的智慧、人的才干疗伤会到的。现在，这个国外的主耶稣基督，伊予凡那信伊的人，称作伊的学生、伊的门徒，
耶稣甲因讲，上帝的神，也就是圣神，要充满因，要充满充满凡信凡那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，是上帝本身，这个人，伊也嘛要得到圣神充满因中间，透过速度将上帝的信心，用哦圣神的馈赠，哦速度会当将这个福音广传到地极。第八段的后半段讲，第八十的后半段讲，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，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干爹。速度行传伫遮一个真重要的突破，这个突破，互当时的犹太人真无法度认同。犹太人伊咧认为，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的福气。只有犹太人才得会得，外邦人无人有这种的福分。可是伫使徒行传这段的经文的中间，伊要予人看见福音也是普世性的，福音也是普世宣告的这种的实际，也是因为有使徒行传这种的观念，今仔日的咱犹太人称作外邦人的咱，咱才有这边的好的福气。但领受到一个这样这么好的福音，在这段经文的中间有记载福音广传的原则，真正是值得咱啊现在的教会、现今的教会来学习。福音宣扬是对本所在开始，不是目睭看远远，在那个地界的所在，大先要对你的所徛起的所在开始，耶路撒冷。对犹太人所咧讲的，伊的本所在耶路撒冷开始。所以福音广传的原则是要对本地开始，然后才这个所在已经传完足，才刷到隔壁区，才去去到伫海外，甚至到最后伫全世界。所以宣告唔通单单看伫迄个离咱真远的海外宣告那点，唔通单单看伫迄个宣告，迄、那个是当然是一个咱的目标，总是。咱搁较要紧的，爱对咱的本所在、徛起的所在、咱所踮的所在、对这个所在开始做宣告的开始点。台湾基督教教会总会目前在推动这领去巡回家的宣告运动，伊也就是要爱信徒，所有目前已经将近25,000的信徒，而且来对咱的身边。已经熟悉，已经认识，甚至咱厝内的人来开始，来引带因来信主，然后才慢慢扩展到其他的地区，甚至其他的国家。这个事了后，经文第十节，伊讲伊去的时，因五天主八看，耶稣去的时，因主八的看，这句话。有真大诶想象诶空间，因五天主目伫看，迄、這个意思，那亲像咧讲，哪会安尼？你毋是讲要复道以色列吗？你要拯救以色列吗？你要让以色列国会当得到复兴吗？啊，你即摆要去倒位？这有可能是一种诶想法。另外嘛，有一种诶可能诶想法咧讲，哇，耶稣足厉害哦，耶稣会飞天咧。伊敢会正地？哇！这种的声音，那亲像讲耶稣足厉害，我若会当对着耶稣有这种的能力的时阵，有这种的困难的时阵，我真正甲普通人无共款，我着真做是一个伟人，真做人需要啊、需要敬奉我、敬畏我，那亲像布袋戏中间的钟点人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当人有这种的困难的时阵，常常有这种邪恶的态度显明在伊的心中。总是同迄个时阵，同这个时间，有两个穿白衫的徛在伊中间，伊遐来讲话，讲家里人啊，啥事徛在看天？这个耶稣离别恁，受子接上天，恁看伊安尼上天，伊也要安尼来。伊也要照安尼来，主耶稣上天，将来嘛要按照安尼来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应允。这个应允
唔那是予初代教会有盼望，也予现在咱，予咱每一个信徒嘛有一种全新的盼望。咱拢咧期待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再临，耶稣搁一摆的再临。咱的信仰就那亲像，也当咱出外到伫一个所在，唔知咱要去的所在是啥物所在，可能是你第一遍要去。我唔知咱有即种的感觉无？当咱在去的过程的中间，去的路甲回来的路是同一条，总是在去的时阵，拢会感觉为什么太遮久，太遮尼久？总是代志办完了后，对迄个所在要回来到原地的时，拢会感觉讲，回来的路煞比在去的路搁较近，搁较紧。我唔知即种是啥物种的想法，敢是心理的感觉，还是讲一种幻影，还是讲是一种的期待？这真歹解说，甚至伫目前真济伫研究这项事的这种现象的学者，因的看法有缘嘛无一致。其中有一种的讲法，这个是我比较较认同，我嘛感觉有这种的想法。伊讲认为咱前已经经历过。咱知影最后的目的是伫倒位，所以在回来的时阵，咱知影咱阁有偌长的距离，咱阁有偌济里路通会当行，知影咱还有啥物通期待。因为咱在去的时阵，这条路我已经经过，所以沿路有啥物种啊的景色，甚至有加油站，还是讲咱需要的物件，所期待的咱拢知影。同款。这种的期待，这种的经历，在咱的灵性的旅程的中间，也会当用这种的想法，伫遐来三角来比拼。咱知影，咱是对上帝遐来，所以咱嘛知影，到迄个日到，咱要等于到上帝遐。所以，咱知影咱所期待的是啥物，咱所盼望的是啥物，咱嘛知影，咱有偌长的时间。要等伊到上帝遐，无人伫这个时阵会讲，我遐要活到969岁，亲像巴多萨达安尼，相信无人有安尼啦吼。上帝伫创世纪中间讲，人虽然用血气来犯罪，总是上帝要收束人有102岁的年日。所以用人的角度来去看，咱会当用102岁正做咱的标准，当然。那行伫上帝的旨意的中间，这102岁是活得有意义。如果只干那活出50岁，咱嘛唔免烦恼，唔免忧伤，因为咱已经完成上帝爱咱完成的工。伫迄个日到，有缘上帝要亲像迄个2000的，搁赚2000，上帝的儿乐，甲迄个5000搁赚5000的儿乐是同款的。虽然你活50岁，你有尽忠伫上帝的工程中间，你犹原甲迄个102岁尽忠伫上帝的工程顶面所收到的祝福是同款的。所以，当咱咧期待耶稣基督再临的过程的中间，咱需要去做一寡代志。这个代志，唔是讲上帝啊，你收束我102岁，102冬久，这102冬久就照我心所爱，照我所欢喜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那这种的想法的时阵，上帝在我所认识的圣经的中间，上帝无欢喜，上帝无欢喜这种的行为。咱唔通简单，点点的听候，咱若点点的听候，就算你单单活10冬久，这10冬久也是浪费。再一再讲，家里的人啊，啥事徛在看天。这意思是啥物？恁啥事徛咧看天？恁要咧丢度啥物？恁要咧看啥物？然后搁咧讲啊，敢讲耶稣要上天进前所讲的这些事，还无明白吗？耶稣留落来这个大使命，予所信伊的人就爱去行这些事，敢无真清楚吗？当咱是耶稣的门徒，咱就是要来学习耶稣的模样。耶稣交托下来、交代下来的使命，
咱既然是伊的温度，咱当然就爱照安尼去行，咱就爱叮当起来。当咱知影有这种的感动的时阵，咱随时就爱开始叮当。是啦，确实，咱就爱随开始叮当。有人知影讲要怎样动，敢知影？敢知影要安怎叮当？爬起来行行，爬起来叮当一下。啊、哦，上帝，我有在叮当哦。要安怎叮当？这个叮当，大声爱装备家己，爱装备家己。咱爱有武器，咱爱有枪支，咱爱知影讲，咱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，咱爱先装备咱家己。迄、那个装备，就是爱互咱先有正确的认识，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。那安尼，这种的装备，才会当真做咱跑走伫天路顶面的路面。这种的认识甲装备真简单，非常简单，有真侪人拢在做，就是读圣经。这种的装备真简单，对这本圣经去甲读。去来认识，对圣经的中间去认识上帝是怎样通过耶稣基督来拯救人，伊怎样来救赎人来脱离罪的捆绑，这就是装备。拢是当你装备完成了后，第一项的代志，装备了后，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了后，咱就要开始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，照耶稣基督的模样去做。这就是各项事了后，各项事咱拢先。想看卖，咱所面对的这项事，耶稣伊的想法、伊的做法、伊的安怎做？伊几年前基督教的这房内底拢有在卖一款的手环吼，挂伫手。青少年有真多拢真爱买。手环顶面有写四个英语字吼 ，WWJD， 敢知影这种的意思？迄、那个意思就是在提醒咱。当你若看到迄个手法的时阵，想看卖耶稣会安怎做？耶稣会安怎做？我英语无解好，我念看卖。What would Jesus do？、哦、可能，应该是无偏卡解济啦吼，还阁难听有啦吼。若是耶稣当着甲咱同款的事，耶稣会安怎做 ？WWJD。耶稣甲咱的距离虽然将近超过两千年，总是。咱要怎样知影耶稣基督伊会安怎做？就是爱读圣经，对四福音书的中间来去了解耶稣伊面对甲咱同款的代志的时阵，伊会安怎做？咱若无对圣经去认捌这个活命的主宰，咱就无法做去彰显这位主宰的真理，连咱本身嘛真恶得下去得到这个真理背后所咧掌管永远挂的话。所以，首先，咱就要将咱所认识、掌管、掌管我的话名，即个主耶稣基督，来显明出来。第二，就是照圣经所讲的去行，去宣扬。对咱所徛起的环境，咱的厝边开始，为着主做见证，为着福音来宣告。今仔日我所用的主题，我邀请咱做伙过来看，白听啊，伫咱的顶面有看到吼。咱来做伙来读两摆，好无？主题来做伙来读两遍来听。彰显永生之主，传扬福音使命。来个两摆。彰显永生之主，传扬福音使命。我所以就要让咱记着这两句话，让咱这两句话来提醒咱，来做一个含住心意的基督徒。所以我有藏伫二八二这中间，咱敢有看见？敢有看到这十二支内底有密码？敢有人知影？知影也唱一下无？甲我讲一下。啊来。永生。好、哦，真好。敢搁有？这个不是我藏的密码，可能你看到的密码。敢搁有？来。永福掉一半来，搁有？张轩。来。搁有无？等一下，再来给我提，将内秘密啦吼。刚刚有一个张轩，好来，什么人？等下礼拜三请来给我提，好两位。所以你看到张轩头前第一，两句的头前第一，
中宣中华中会宣教主任。第三句，应福。要让我们的记忆说彰显永生之主宣扬福音使命，这两句话请你把它放在你的心中。今天是中华中会宣教主任，他简称彰宣，所以然后我们教会永生是应福，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个中间，是帮助我们来去记住这两句话，真做我们去明白使命的一项事。唔通认为讲宣教甲一般的信徒无关系，啊，迄是牧师啦、长老啦、执事的代志吼，迄甲我无关系。我只要来参加礼拜，上帝的福气就要临到我。上帝啊，伊就要啊，伊的关联、伊的能力就要显明伫这个地面上。又是半拉听，无完全的。宣教是每一个耶稣的门徒拢应该爱去做的。耶稣是路。伊本身已经在做予咱看，咱只要照着伊的模样去行，然后相信伊是真理，伊就要将伊所掌管的永远的话命来收束予咱。所以，咱就要认真来装备咱家己，搁着行咱的十字架来对耶稣行，来行这条宣扬福音的使命，向前努力，头前的五万得为咱加油，为咱每一个人。而且咧加油，德性嘛已经为咱备办好势。特别兄弟，今仔日是中华中会宣教主日，请咱共同为着宣教的事工来关心、代祷、甲奉献。讲到这个奉献，唔是简单爱咱奉献金钱那点。虽然金钱是推动事工为咱欠亏的物件，总是搁较有效的宣教是献上咱本身。是献上咱本身，予咱正做宣教的器具，予咱有真真正确的观念去认捌基督，来彰显伊的圣名，然后宣扬伊的救恩，也就是基督福音。从这种的事来看作是咱第一要紧的事，咱的使命，努力去打拼，基督所掌管的话命要临到伫尽力的人的心中。我伫遮。阿要真大胆，毋然讲，即个画面我已经得到，所以我真欢喜，我真喜乐。毋知影恁几个兄弟，恁敢甲我同款，已经得到即个画面？咱若已经得到的人，咱嘛毋通抓准讲，啊，我已经得到啊，已经到底啊。保罗伫腓立比人书第三章第腓立比人书第三章十三节讲，兄弟啊，我无抓家己做已经得到。独独专务一项，就是未记得后面的事，记伫头前的事，按所差的表来走，到得到上帝的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手。咱犹原就爱按这个所差的表来走，一直到伫上帝要吊咱转去的日，无论迄个日是明仔载，或者是几十年久，或者是将近百年当久。咱拢会当真坦然，伫主的面前，而且听候承接这个受拣调咱的这种报酬。上帝要应咱讲，上帝要应咱讲，好啊，好过尽忠的萝卜，你伫少的已经尽忠，我要设立你来管罪，贪入你主人的快乐。感谢来感谢，亲爱的主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为着要洗清我的罪。找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受定时的过程，叫我上天。你赢过一切死亡的关系，伊叫何阮得到永，迄个永远活的盼望。多谢上帝，你也赐了信心，何阮得到快乐甲财力，何阮伫宣扬福音的使命的工顶面，无论呢也无惊惊。主啊，你的疼实在是我无法度测度，我只有献上深深的感谢。主，我犹原要恳求你的神来帮助我，在我行天路的路途中，会通主神看你，用对你来的快乐甲智慧，学习你的模样，互你的性命通予你在我的性命中间通有更新变化，互我的信仰通充满活力。
在生活顶面行出宣扬福音的使命，用信啊信仰的价值画出来，天明掌管永远画的主耶稣基督，在各所在为着主最好的见证，直到主过来，安尼感谢基督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